拔庄打顶赔了，哎、欸，今天要带观众打、欸，哎，还要拔吗？你们觉得要吗？拔了啦，核心一起，真的要拔吗？你们确定？伤害真的加蛮多的，忘记喝水了。安安剩三五就好，剩三五也太刺激了吧！我们昨天是拖那个 ARC 嘛，我们今天要拖 ARC 啊，五转全拔掉，五转全拔掉，五转全拔掉，这么狠吗？我先拖装备啦，我先拖装备，然后我先跟各位讲我的那个主武，我的主副不能拖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换这把，我可以换这把，主副拖了不能攻击啊，天上不要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也不要嘛，这个不要，然后双链不要嘛，哎，这个吊宝让我穿好不好？这个吊宝可以吧？吊宝可以装吧？吊宝可以装吧？我这个拿掉就好了。灭龙也不要嘛，鞋子这样可以了吧？够烂了吧？然后我现在多少？哎，等一下。我主属剩11000了，各位，我主属剩11000了，很低了，我不拔了，不拔了，剩11000了，快拔过头了。鞋子给过吗？哎、欸，鞋子可以吧？我的鞋子是全冲皱纹的、欸，我这个只有双排，然后是全部冲皱纹11星，我想抽5 set 好不好？这样嘞，很过分吗？这样会很过分吗？210 B 500万表功，哎、欸，我表哎、欸、我 B 伤怎么那么高？哦，我的宠物了，最近观众很调皮啊，哎、欸、，B 伤怎么那么高？难道我去买一个干净的副武是不是？买干净的副武，我看你们真的这么狠，这样嘞，230可以了吧？还有35，好啦，35跟心脏选一个啦，35是不是？那我拔35咯。好啦，装备先这样啦，装备先这样啦，只留神手跟四技，你们确定？换5拿掉，还有嘞，这5个我会拔一半就好，5个全拔的话，很可怜欸，还是全拔啊。只要想放的可能都不行，要看实际打出来的伤害才是。好啊，我打个屠龙给你们看啊，8000多万，8000多万，5拔3，5拔3哦，这样嘞，3000万可以了吧？其他辅助技能再拔。Oh my god， 这个这两个，哎、欸，给我留个复原好不好？点装有加能力的脱掉，哎、欸，那个是送的、欸，那个也要脱哦，那个是送的啊，这样嘞，可以了吧？各位客官。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你们说的哦，把它点装这样吗？等一下，好丑哦！我把我的帽子穿起来。好，好久没拿这一把了。好了，可以了吧？可以的话，我要开打喽。啊，我怎么剩这样？啊，我怎么剩这样？会不会翻车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翻啦，我是觉得不会啦。那我们准备开打喽。Oh my god， 我要开工会技能，我受不了。工会技能可以开吧？打个培罗德要开工会，在 CD。完蛋！各位等一下哦，睡哦睡哦，有彗星之眼 ，yes yes yes， 睡啦睡啦，可以，就是队友的威力啊。然后那个阿哲帮我放一下那个加 B 伤的、啊，帮我放一下阴阳师的。好了，各位等一下，我怕我看不到网，这个真的要很专心啊。这个真的要很专心啊，这什么表功啊，410万，哎、欸，好不好，可不可以答应我明天之后不要再这样了，好不好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可以答应我吗？可以答应我这是最后一次了吗？哦，好了，我们要进去了，没有天上嘛，好，开始。这个血有没有在动啊，哎、欸、啊啊，完了，毁了。等一下，各位，我不闹了，这可能比那个什么困难路西达还难一点，这可能比困难路西达还难啊！哦，我好想按无限哦，我的无限嘞，白痴，为什么我要答应这种事情啊？啊，太慢了，但是应该是打得过啦，但就是哦，哎，可以，各位可以送我过吗？我也不想打，这个就这样嘛，是不是？各位，这个就这样嘛。前面死的那两次，纯粹是有点小瞧他了。哎、欸，啊呜！要翻了！屁
啦！请问这个是 Twitch 直播挑战赛吗 ？YT 直播挑战赛？请问我冠军有什么奖品吗？哎！我对不起你们，哦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主播太菜了，脱妆就不会打王了，主播是废物 ，Oh my god， 为什么啊？不是我前面送太多了，哎，好难过，哎，好难过，不是啊，我觉得过得了，哎，刚刚男生叫你装装备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会过啊，为什么？我前面送太多血了，可是刚最后，他刚最后那个回头一吸好快哦，他最后那个回头一吸，他刚那个回头一吸，我应该开护体的，我应该开护体的，那个时候反应不及，我应该，哦，哎呦，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你们，哎。干不是啊？怎么会没有过？我跟你讲，各位，你们可以明天让我一步好不好？你们啊，让我装一等的无限，一等就好了啊。其实会过啦，我觉得会过，伤害应该是够，只是不能失误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不能失误啊！尤其一阶段真的不能死太多啊。二阶段其实二阶段还好哦。哎，怎么会这么难过啊？我没想到我会这么难过。好啦好啦，各位，可以了吧？开心了吧？各位，我把这个妆拍下来，我把这个妆拍下来。妈，我明天再打一次，受不了。我把它拍下来，我明天再打一次。不是啊，怎么可能不过？这个那么简单，我从顶培还没开板那时候，我就一路慢慢练上来的。我当初顶培也练很久哎、欸，我当初也练很久，可我练了很久哎、欸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只是大概四年没有打过顶培了吧？是不是？干我啊啊 ！Why？ 到底是为什么？